若读经册了，你就知影讲，顺着四季来种作，这个肥分吼，甲压水，肥分甲压水是啥物时阵较在压水？有人讲大，迄个热天啊吼，夏天的时候你唔好去甲压水。即句话安怎讲？遐泥做的时阵，你压是雨皮啊，浅浅啊，打，规个地。我讲几百家拢是热的啊！啊，你当土皮啊是湿的，这个时伊马上烫着，你的作物就歹。啊，迄个时阵要安怎？你的迄个时阵，你着黄地爱留草，也是爱去割草小可砍砍的。啊，等啊，等天公伯啊落雨，天公伯啊落雨，就是上赞的肥分，雷雨啊！就是最好的大地最好的那个施肥的过程在这里。啊，迄个时阵你要哪捡会到？第一，你的土地爱山；第二，你的土地爱草。好啊，等于这是有一个美感。这个师傅到底是在甲你斗三工的，还是在甲你练的？吼，还是在让你感觉这个师傅真讨厌？你对这个角度去也想，做是无师傅。我既然甲你讲，逐项拢是你安尼师傅的话，就是逐项对做是对土地拢有好处。你爱去看出伊的好处伫倒位，包括这个虫、这个树叶的乌烟，拢是有好处的。这样我讲，这样你可以稍微了解吗？好，请说。现在人的增长，所以你讲完了吼，一个月嘛，叶菜类可能一个月就要收成，这则叫投资报酬率或者是经济效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讲？以前庄脚捌饲过鸡啊，鸡啊爱饲到孵两单，孵无超爱八个月至十个月，它才能够吃蔬菜的，蔬菜也并不一定是一个月啊。可是现在人为了这个经济效益，他就要缩短变成一个月，所以他要种肥，肥要多嘛，水要多，然后他就一直长，一直长，长得快啊。那这个会有一个缺点，老人讲的，少年的，你实在是吃不知滋味，睡不知暗暝，什么意思？健康拢顾袂到。你遐尼短的期间所生用出来物件。伊所食来气味就是无同款，它一样可以卖钱，你一样吃起来很就柔软，可是那个气你感受不出来。是如果夏天是，比如说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堆肥，它一样能够让它加速长大，可是很奥妙的，白天生长，晚上收缩。所以然后吸取日月之精华，安怎来？这茎即卖介侪拢是上边壳，这个时阵乌乌的上边壳，啊是安怎硬放伫土地？因为隔年要经过梅雨，要经过台风，因为它都是吹肥或大海，所以伊放袂到迄个时阵，伊可能伫梅雨季节，还是风台雨伊就烂了了。啊即卖啊！因为有电啊，有冰库用做啊，啊，这人伊唔知影，啊，种的人我用收较侪钱啊，伊唔知影，你伊唔知影讲哦，我安尼有一天害着我家己的亲家，还是害着我家己的囝婿，还是害着我家己的什么啦？因为你这个物件送去是都市食的，哎，唔是无一定是都市嘛，反正是咱迄个大家在食的啦。啊，你生产出来一寡，嘛无一定俗啦。看起较水，啊，着食起内底拢有掺毒素，我讲毒素好啊，讲啊是食的，真正是毋知是偷着啥物啊，偷来偷去，真正是偷着家己啊。
所以那个蔬菜哦，我实在很难去抉择你你的那种，不过自己制作的总是比外面的会好，可是加速成长的成分就不一样，我只能跟你讲成分。所以你们重视也不用，其实叶菜类也是不用。哎，有一个方法，你要给它很多的碳物质，碳就是小草、落叶那些，给它很多的碳，那碳它会哎覆盖，覆盖一条了哈。碳会转换成氮，你最好不要去收集稻壳。最好不要，哦不不不，以前哦，小草比稻壳好，那个树的落叶又比稻壳，你不要去收集稻壳。稻壳是取得很容易，可是它的转换会很慢，所以你的你有时候你原本土地肥沃的状态又会被它吸收回去，你最好是选择青草。不用等到腐熟，不用啊。那那个稻壳如果把它修这个灰，对吧？那好不好？碳化稻好不好？它有它的好处啊。碳化稻比那个哎水干的，一种嗯恰恰它不。那它为什么能够转换？因为有燃烧。那燃烧产生什么样的那种变化？那个我不懂。那为什么说建议大家给它氮，给它碳多啊？因为该用点上课，当然讲啊，那这有机肥就强调碳氮肥。空气中有多少的那种氮气，我们没办法转换，我们不会转换。空气中有氮气嘛？那氮植物它的有根瘤哦，它会去，那甚至你的土地有什么菌，它会去转换。所以那个我们不要懂太多，我们只要去讲，黑东西塞污啦。迄就是好处。你莫讲迄个现代的科技吼，算算一大堆，结果吼，介济介重要，你拢无算到，安尼就是失算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这个姜是放多久？放在这样常温放多久？这个姜哦，这姜其实你伫家放，放到清明，伊就家己生姜仔出来。这样放可以放多久？常温这样可以放多久？这样常温就一直放啊。那可以放多久？不用用沙。你可以用沙子埋着可以啊。假如说是这样，常温可以放多久？这样子，君子放放到清明，一直放放到。那你这样放多久了？这个呈现到几？挖起来多久？这样子。这同无嘛，半个月去啊。系啊。本种姜就是甲会放起啊。啊，恁时间会赶到延误到恁的行程无？没，我是啊，恁啊。啊，恁来个参观恁一个，恁个农欢迎啊！啊，罗，还是搁有啥物问题讲？你这个产地在哪里？就在我们附近那里。待会看得到嘛？哈，待会可以啊。我这东西啊，好好。以前有挂农业证的，以前搁因的挂因的经营拢无遐尼啊怪，所以无得证啊，你知影？环境，你变来营造出一种环境。颠覆你的想法啊！